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。功德会主要以推广点灯、供灯，提供社会大众一处燃心灯、发善愿的平台。成立至今，国际百万菩提心灯海内外供点36,767,314盏。国际佛前供水海内外供18,032,2215杯。希望借由燃灯供佛的善心、善行与善德，普为天下生命燃起慈悲、真理、平等无争的光明。此外，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炬的优秀僧伽青年，本会已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，无论南传、汉传、藏传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，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。同时，在设伏方面，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童的教学基金及生活资助，以及海外急难救助，如2015年的尼泊尔赈灾，本会皆积极投入救援，让慈悲的信念无远弗届地触及全世界。而为改善国内街友及贫户生活，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，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，免费供应饮食，爱心素食免费便当，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0年4月30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免费结缘173,3488份便当，宣导吃素的意义，传扬人间慈爱温暖。此外，还有辅导街友就业，重新适应社会。近年来，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、老弱病苦关怀，亲至安养院或老人之家担任志工服务。自2005年6月16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1889场。
大家阿弥陀佛，来，请跟我念，因为我们要祈请诸佛菩萨，感恩护法神，回向六道众生，更要感谢我们的冤亲债主、父母祖先。然后呢，我再讲一次：右手代表佛，左手代表众生。所以我们用佛的功德来帮助受苦的众生，右手代表智慧，代表佛的智慧，左手代表对众生的悲心，所以我们叫悲智双运啊。所以当然最圆满的我们都会背，来念一下：守五戒，修十善业，做十供养，圆满十波罗蜜。那要成佛叫圆满十种波罗蜜。那站在世间法，守五戒，修十善业。所以当我们一合掌的时候，所以佛陀说合掌就具足十八种功德。所以最美的就是这个姿势，看到别人，哦，你好，阿弥陀佛啊。但是为什么你好啊？因为这里面我守五戒，我修十善业，我对你做供养啊，乃至呢我要为你而成佛，去实践十波罗蜜。这就是佛教里面合掌啊，用这样来表法。那事实上佛教也知道，你每一个动作都要跟佛法有关系，产生关系。那你要引导你自己如何每一个动作都跟佛法有关系啊，因为世间法是假的，是苦的，那唯有佛法才能够让你离苦，乃至帮助众生。所以你不管你做什么动作，像我戴个围巾，你要申请个念头，愿所有人都脱离感冒啊、寒冷。你穿衣服，你要有一个想法，愿所有人都有衣服穿，向好庄严。穿个鞋子，愿所有人足步健康，走路正道。也就是说你要一直让自己把这个所谓的佛法进入你的生命里面，进入你的生活里面。开门的时候愿众生开天堂门，开菩提门；关门的时候愿众生脱离三恶道。这个养成那个习惯，看到自己的时候你要马上一个念头啊，身不净，观身不净，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苦的，不清净的。不然凡夫你就会觉得说这个身体是我的骄傲，我现在28又不是82啊，我现在正漂亮。那你就会马上这个念头就是魔，我们叫烦恼魔，因为你执着身体了啊。所以佛教里面所谓智慧的人生，就是说智慧，那就代表用佛的智慧来看待你的生命。那你有智慧，你就不会烦恼。进一步还要变成慈悲的人生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上是要来帮助众生，服务对方。就像各位今天晚上来，愿意来参加法会，你要这样想：
啊，你从家里开车到这边半个钟头、一个钟头，但是你要升起一个利他的思想，我是为了众生去参加法会，所以你这个一个钟头完全没有浪费，因为你的思想一直保持在帮助众生。啊，那虽然你开车过来可能会有一些塞车，甚至我参加过很多次法会，突然信徒写个纸条，师父某一个人要来参加法会，发生车祸了，重伤了。啊，在当然我接过这个很多，但是我都会觉得说这也是他的功德，因为他是要去利益众生，所以这个过程他消了一个重业，甚至死亡呢对他都是消重业，所以佛陀才会说，当你去朝圣，你要去追求真理，就算死在半路都可以升天，那这样你就没有浪费啊。所以因为生命必定死亡的，那如何让这个生命产生意义，这个很重要。那我们今天会学佛，我们看到世间人他们的生命不见得用在有意义的地方，追求名位、学位、财富，以为这个最救了，最后这些什么也带不走，就是一个痛苦的死亡。那这样对他来讲啊，这个生到死的生命就浪费了。那站在我们大乘佛教以孝顺为基础，爸爸妈妈给我这个身体，我一定要用这个身体做尽任何的善事，让爸爸妈妈有功德啊，生下我们变成一种善业，一种功德，甚至啊，甚至因为妈妈、爸爸妈妈因为生下我们就升天了，啊，往生净土。那为了这个，所以我要精进，这样啊。所以大乘佛教就是说，我所做的会影响爸爸妈妈，会影响祖先，会影响众生，所以我每一个念头、行为，啊，都要很注意。这个叫保持正念、正行啊。正念就是佛法的思维模式，正行就是不伤害众生，进一步帮助众生的行为。然后我想修行就是，就像我们出家，出家师父会观察你什么时候适合出家。这什么意思？是说不是你穿衣服叫出家，而是你的心态行为像不像一个修行人，就叫适不适合出家。啊，如果你还有俗人的想法，我们叫世间八法，那老和尚说你还不能够出家。当然有时候我又问老和尚说，那怎么看呢？他说你以后老了就会看，因为你出家久了，你就知道军人是军人的样子，厨师是厨师的样子，修行人就是修行人的味道，自然融入在他的骨头里面，那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修行人啊。而且当然老和尚会说，希望我们下辈子如果投胎做人还是个修行人的样子，因为自然是那个样子，那等于这个你这辈子的练习，我们叫熏习，重复的练习，那天讲 practice， 重复重复重复的练习已经入你的生命里面了。所以你以后来的时候还是自然不做坏事，自然不想要去骗人，自然想要主动去关心别人，那这个要一直一直练习啊。那为了如此，所以你要把刚刚讲的每一个动作都跟法有关系，跟佛法有关系。佛法讲的就是不执着的空性跟平等的大悲心，那你每一个思维都要，就像刚刚他们摆的巧克力，哇，太好了，要为所有众生供养巧克力，然后这个巧克力供养过以后，那这个变甘露了，等一下我们下课一人分一个吃甘露，这样，因为这个跟你去店里面买的那个不一样了，因为佛加持过了，供养过了，就像我们把一杯水拿来供佛，那个水变成功德水了，洒出去六道众生就超度了。那各位想想看，如果你把你的生命供养佛，那还得了？什么叫把生命供养佛？你想发菩提心，这个叫把生命供养佛啊，美国希望有人用生命奉献给美国，不管你做医生、做公务员、做什么，啊，你去贡献。但是供养美国这个还是有范围的。那佛教里面是来把自己的生命供养诸佛，奉献众生，那就是佛教修行的究竟，就是这个而已。
啊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五体投地拜佛归命？我把我身口意整个拜下去，供养给诸佛菩萨啊。然后呢，诸佛菩萨不要你的供养，诸佛菩萨会跟你说：“那你就去爱众生吧。”啊，把你的血跟泪奉献给众生老母亲吧，去做众生老母亲的仆人吧，去服务他们吧。啊，那这个在佛教里面叫发菩提心。那发菩提心基本上要有一个无我的，因为这个生命不再是我的了，这个生命是佛的，这个生命是众生的，所以我们法夫受之父母，我们不能伤害这个身体的。啊，这个身体是众生的，如果我这个身体浪费了，然后很多众生就没办法离苦了，所以你要爱惜自己。那这个爱惜自己不是自私，是为了让众生能够离苦，所以我该睡觉要睡觉，该吃饭要吃饭，该运动要运动，啊，该开智慧要开智慧，那我才能够念一下，增加自己被利用价值，完全是为了对方而活着的，啊，就怕你哪一天最后几秒钟送到医院急诊室，你嘴巴还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最后一口气吧。真理带到整个医院，让所有医院的医生护士病人都得到你最后这一口气的功德。所以我们有一句话，哪怕生命只剩下一秒钟，佛陀都还在利益众生，这样啊，那是为了要利益众生，佛陀又讲一句话，我以无量劫的精进征服了自己的无明贪嗔痴，我才能用慈悲感化征服这个世界，所以你越想要帮助众生，那你越要征服自己，那就是征服这个我，不要有我，只有众生没有我，我就是魔鬼，众生才是佛，我是自私的痛苦，想到众生呢，奉献众生才有快乐。所以就我来讲，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，各位愿意来听课，就给我机会，因为让我有奉献的机会、布施的机会、感恩的机会，啊，这是我师父给我讲的。因为像我这个个人，我的个性比较孤僻、孤独，不喜欢讲话，喜欢孤独、看经典、打坐，所以我的师父就跟我说：“你不能这样，你要反其道而行。”我甚至跟我师父说，能不能给我取个名字叫海一，一二三的一，我就乖乖在那边。我师父说不行，你的名字叫海涛，你去滚吧。因为这是你该做的。但是我的好处是依教奉行，各位这个观念很重要。依教奉行就是你一定要听师父的，你要听自己的就没意义了。那你就要按照师父所交代的去做，那这样你就能够念一下改变自己。各位，这一点很重要啊！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、看法，那是可怜的啊！我们有什么看法、想法，要跟佛相应，佛是这么看的，那你怎么看呢？这样，所以为了如此，各位要念佛、要诵经，念佛就是佛加持，诵经是进入佛的思想。所以你要念佛诵经，你才能够改变你的思想行为。因为我们学佛就是扮演自己，扮演那么久了，最后还是痛苦。所以我们出家人消除自己的姓氏，改变自己的外表，入佛门，入空门，每个人都放弃自己因为自己是痛苦的根源，唯有进入三宝的加持，实践佛法的行为，不但可以自立，可以解脱自己，也可以有机会帮助众生。我经常讲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妈妈生了十几个小孩子，哎呀，忙得不得了，忙得不得了。但是她每天很有精神。人家问她说：“你这样不累啊？”她说：“我每天哦，都跟佛陀至少在一起20分钟。”她说：“你怎么在一起？”事情忙，我就把棉被盖起来，在里面念佛，这样。我就没有那些小孩子，
然后我就充完电了，然后继续去爱这些小孩子啊。就是各位，你要把握让心回到佛的状态，往生极乐世界不用等到死了。再背一下，心在极乐，爱洒众生啊。所以你现在的心已经进入极乐世界，因为你跟佛陀在一起了。那你要让自己进去那个阶段啊。那如何进去那个阶段呢？当然你要练习。你要练习，你不练习你进不去，进不去。就像我想各位，你学佛那么久了，你也看到很多人学佛好像感受到他没有跟佛陀见过面，没跟佛陀见过面，他不认识佛陀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舍掉自己进入那个佛陀的心。所以念下来，见缘起即见佛啊，就见法即见佛。佛不是一个形象，按照《金刚经》说，你去看佛陀的形象，去听佛陀的声音，那是入人入邪道，对不对？佛陀讲的是空性，金刚般若。那金刚般若就是缘起法。什么叫缘起？缘起就是凡事存在都是因缘条件组合的，你要看到这个真相。那既然是因缘条件组合的，那它就是生灭的状态。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法会两个钟头，那它只是一个缘起的条件。所以八点以后赶快散会，对吧？它只有两个钟头的生命，这个是一个缘起。所以也因为这个缘起，所以它是刹那刹那存在的，这里面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。这样我们就是要从这里面去找到真理。真理就是什么？没有永恒不变的，没有单独自体存在的，这个叫见缘起啊。所以一切的存在，一切法都是梦幻泡影、幻化的暂时的存在，就像天空的云。各位要养成这个思想，你不养成这个思想，你会卡住。儿子是假的，老公是暂时的，没有一样是永恒的。寺庙也很快就会烧掉了，车祸出去就撞死了，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永恒单独存在的。所有的存在都像芦苇草一样，芦苇能够站在那边，是因为很多根芦苇绑起来，所以它互相依靠而站在那边。芦苇不可能单独站在那边的。所以这个世间所有的存在都是种种原因条件的组成而存在，所以没有单一存在。我是由非我的元素组成的。我们的生命有太阳，因为我们吃了很多水果，有太阳的加持，有土地的加持，有水的加持，有矿物质的加持，所以你的植物就包括这个世界的地水火风。我吃的植物，这有德国人制得到的药，泰国人用的米，然后呢种种的因缘，所以才有这个植物。所以我这个我啊，不可能单独存在。那各位要养成这个思想，如果你没有这个思想呢，你就是有愚痴执着，你就不会开智慧。所以各位要练习，念一下观因缘法，消除愚痴。我这个要会啊，啊！但是如果你不观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因为一停下来就睡觉，精神好，胡思乱想啊。那你至少要一个钟头也拿出十分钟来观，你要养成习惯。你不养成习惯呢，你一停下来就儿子啊儿子啊，你又开始烦了。老公呢老公呢？因为很多女人忙了一辈子啊，我也认识很多菩萨，我跟他说，你去闭关七天，然后他受不了，师父，我胡思乱想，我不知道我要干嘛。因为他给他安静七天，他就发疯了。因为他没有办法独处，没办法面对自己。我说你不是念佛吗？他说我学佛二十几年才知道我一个人不会念佛。因为他乱掉，因为他抓不住什么。因为我叫他说，我给他讲一句话，你现在在做这个会长，你先闭关七天，七天以后我们再来决定你要不要继续做。他就发疯了。他说啊，你把我的东西撤掉了。他没有抓到，没有依靠到，他很痛苦。各位，这个要注意啊！你跟你老公结婚二十年了，你叫他离开你三个月看看，
试试看，不行，你受不了，这样啊，你马上会发疯。我没看到他，没跟他吵架，我活不下去。啊，你会发现你没办法独处。所以我们佛教所谓禅，禅就是你要跟自己独处，你要面对自己的心态，而且你面对自己的心态的时候过得很平静，叫禅。因为什么？你可以指挥他，不要生气啊，不要欲望，不要想他，不要怕痛，你要指挥他。这一点各位一般人做不到，所以做不到他就喜欢去外面攀援、聊天、玩。礼拜天明明可以在家里睡觉，不行哦，我要去哪里玩啊？就像一个女孩子生儿子、煮饭、洗衣服，她觉得这个就是她的生命，很快乐。然后你叫她不要有这个，她发疯了，这样，因为她已经习惯忙抓住那些东西，然后她没办法面对自己孤独、空虚的时候。那明明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有意义的，这个世间在背着来，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，那这一点佛要我们看清楚，看清楚，看清楚。啊，离心外求是外道，是苦。对，如果你把快乐、幸福建立在拥有世界、拥有爱情、拥有儿女，那你等于迷失自己。所以我常讲一句话：一个男人以他的明辨抬头做他的生命，他叫迷失在世界里。所以以后各位的名片拿出来，什么白的，这就是我空性。对不对？因为没有啊，你先没有，然后你再拥有，那没问题。所以世间人说，能够放下了再去拥有，那没问题。你不能够放下，你就要去拥有，那问题可大了。就像一个女孩子要结婚了，来问我说：“师父，我要结婚了。”那你认为我要怎么修，怎么面对？我说哦，这样好了，你去打坐一下，想着你老公跟别的女孩子睡觉，先去做。你要先放下，你这个能够接受了，然后你再跟他结婚，你就不会痛苦。他说：“师父，你乱讲了。”说：“对啊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乱讲，我讲的是真理。你要我祝福你们百年好合，那很难。”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时时刻刻会有很多因缘会变化的，你总要忍耐的。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圆满的结局，跟电影演的，那是骗你的。啊，因为有很多事情，所以两个夫妻感情好得不得了，但是对小孩子的教育观念不一样，都可以离婚的。啊，因为大家就会有意见不一样，所以我说你必须接受变化无常。然后你再去面对婚姻就没问题，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我要抓住，对不对？师父祝福我婚姻好，儿子漂亮，家庭好，我说我祝福你，我就不用出家了。这个世间没有那一套东西，不然佛陀也不用出家了。那一套东西是本来就是乱乱乱乱的。我结婚七年，好在我还有经验，对不对？赚钱、结婚、买房子、生儿子，我都有经验了。啊，那有了这个经验以后，只有一个字：苦啊！这样。但是你说不会啊，师父很快乐啊。那你是不认识苦啊，以苦为乐。啊，那叫我们放弃哦，不是放弃，不是丢掉它，是不执着它，然后去维系家庭了，可以。哦，这个身体是苦，那我干脆自杀好了。那错了，本来就是苦，但是我认识它，我善用它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你也可以利用家庭修行，你也可以利用癌症修行，你也可以利用有钱来修行，你也可以利用穷来修行。但是重点是不要被钱绑住了，这个你就可以修行。有钱好好利用它，运用它。做钱的主人，不要做金钱的奴隶；做感情的主人，不要做感情的奴隶；做身体的主人，不要做身体的奴隶。有听到吗？有，天天跟自己说吧。啊，所以这个叫空。佛教讲空，不是说不要，是看清楚它，但是又拥有它。所以佛陀特别讲了：
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虽然你存在的都是假的，但是佛陀又拉回来，空不异色。但是你要找到真理，又不能够离开存在。佛陀就怕你讲说色不异空，所以我就不要身体了，不要存在的一切，啊，因为你要找到真理，不能够离开相对的方便。你要找到究竟，必须不能够离开世间，离开世间求菩提，恰是求兔角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我修行是为了不要得癌症，那这个讲话太不公平了。佛陀生病都比你还严重啊！只要有肉体，哪怕你是佛陀，你就必须接受这个因缘所生法，生老病死，包括佛陀。佛陀的悲剧没有人可以承受了。他晚年的时候，他最爱的家族全部被杀光光，女人切手切脚，丢在河边慢慢流血而死。男人呢，绑手绑脚反绑，丢在海边慢慢淹水而死。因为他们要全部杀完，没时间，以杀的杀，然后呢，那些女人切手切脚就慢慢死。佛陀的家族是这样死的，整个迦毗罗卫国。啊，那当然这是有个业报。为什么？各位都知道，佛陀的家族在无量世以前，为了庆祝一个节日，把那个树枝，有毒的红色的树枝，人不会怎么样，丢到大湖泊里面，然后呢，那些鱼一吃到这个就晕就死，然后呢，女人就负责抓上来切啊煮啊这样啊，然后大家就负责吃，吃到的切到的啊，这放毒的通通被杀掉，只有一个小孩子，那个小孩子没，因为还吃母奶，还没有机会吃，他只有比。哇，两条大的鱼还没有马上死，在那边挣扎，他意思说你们也该死了。佛陀说那个就是他，比三下头痛三天，快裂开，光比而已。所以说你不要到海鲜说哇这一只好味，你要头痛几天哦。啊，那个再来，像各位听我这样讲，如果你还敢吃鱼，我说那你还真厉害，切鱼的通通断手脚，切的啊，让它慢慢流血而死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对待鱼的方法都会发生在你身上啊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真实的生命示现给我们看。所以佛陀痛三天了，那三天还真痛苦，痛到快裂开，然后他的家族慢慢被杀。但是后来怎么样？念下来，释迦祖升天，这什么意思？那释迦族这么一样的民族，为什么他不反抗呢？因为释迦族被佛陀以神通感化，全释迦族守五戒，第一条就是不杀生，不可能战争所以琉璃王跟他的将军带着军队在杀释迦族的时候，没有人反抗，没有人反抗，所以要杀三天三夜。啊，只有一种默默的反抗，就是释迦族的国王叫摩诃难。这个摩诃难呢，看到琉璃王，他也跟琉璃王说：“琉璃王，我们也是亲戚，你妈妈是我们释迦族的，这样好不好？留一点点人让他们活下去，让释迦族有一个根留下去吧。”然后呢，琉璃王说：“你的看法呢？”这样好了，摩诃难说：“我身为一个国王。”那你让我跳到水里面，我跳到水里面这几秒钟啊，能够让他跑几个就跑几个，留释迦族一个根吧。那我浮上来了，你再开杀吧。那琉璃王说：“这个还可以，啊，看在我妈妈是释迦族的份上，我就跳下去。”结果跳下去好几分钟都没起来，为什么？哎呀，琉璃王奇怪，这个人这么厉害，潜水这么久。跑了这么多了，叫人家下去看。这个琉璃王一下去啊，用头发绑在河底的芦苇绑住自杀，这样。所以释迦族还留着一些，现在全世界最漂亮的佛像就是释迦族做的，在尼泊尔。释迦族天生，他们就因为释迦族，所以他们好像可以观到佛陀的脸，所以释迦族做出来的佛像全世界都要指定。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说，很多人请佛像都要到尼泊尔的释迦族里面去请，就唯有他们有这个传承啊。
但是这个故事就让我们感动，这个就是唯一反抗旧的方法，它是一种消极的却是伟大的死亡。那其他人呢，通通死啊！当然这里面还包括500位释迦族最亲近的贵族，然后目犍连也知道这个灾难，就救了这500个贵族升天了。他想说3天过去了再给他放回来，对不对？各位听过，结果放回来有500个人不见了，这堆变一堆血水，血水。那他就问佛陀怎么这样，佛陀说这500个人就当初放那个毒进去河里面，红色的那个，所以他们业报马上变血水融化掉。神通抵不过业力啊，它自动的变血水。所以这个释迦族的灾难，那各位永远都在听，但是也要记住，当你在吃鱼的时候，你要想释迦族的灾难啊。但是为什么他们升天？刚刚讲，因为他们持戒，他们永不反抗了被杀掉。但是他们在被杀的时候，在正在流血慢慢死，等着淹水要淹死的时候，他们一心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看到本师在天空放光，所以他们身体的流血溺死被杀的痛苦完全没有，这个叫佛力不可思议。那释迦族虽然在业报上通通死了，结果呢通通升天，这叫释迦族升天。所以各位这一定要记，为什么？当你往生的时候，你一心念阿弥陀佛，你会发觉身心自在啊！因为你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你接受了佛光加持的时候，一点痛苦都没有，一点痛苦都没有。然后呢，就这样超度了，往生净土了，所以叫帮人家助念，功德很大。所以法力不可思议，不是你能够用世间法来想的这个事情。当然，我这样讲，如果各位能够很认真的修行，在某一刹那你一定有这个感应道交，那你一辈子就相信了。像我有一次因为我的祖母往生以后，我们那边的亲戚就找我去，因为我祖母对我很好，他们就给我指定说放大蒙山。我那时候想说完蛋了，我只会念小蒙山，我不会放大蒙山啊。因为我舅舅说听说大蒙山的比来比去很好看，我说完了，我都不会。那最大的痛苦是那一天刚好我去学校又去监狱演讲，晚上才跑到那边，然后根本又感冒，一点声音都没有了。但是他们一定要来，你是孙子，你祖法为你的祖母。我都想说完蛋了，人家完全唱不出来怎么办啊？结果一上台然后要开始了，突然声音比平常好100倍，我就知道假病吃假药，一点痛都没有，那个声音比本来好100倍。我那这个是我的感应，因为我的动机是为我祖母，所以我要认真。所以我就相信说，一个得癌症的人，他很虔诚的时候，这种法力佛力的加持对他来讲指数变零，痛都没有。这个你要有感应啊，那这样以后你就不会退转了。所以我那一次虽然我不会打手印，但是我底下的法师会打，我就坐在那边，我很认真，因为感应，所以那一次唱得特别好听。他们说哇师父你声音好啊，我说没有，阿嬷加持，佛加持，不用吃药了，就这样好了。所以现在很多人生病我去看他没有问题，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去做没有问题。我都跟他讲，我的妈妈癌症了，我送地藏签发愿她活着。最近我那天又讲，我的哥哥已经不可能活的，他现在变年轻变帅变白，对不对？指数变零，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这种感应对我来讲太真了，一点都不假啊！我这辈子第一遍拜三昧水忏，是我那个有钱的丈母娘3天不能睡觉，那我也不知道找谁，他就找我，你不是在拜拜吗？怎么办？救救我吧！那我就去找我的表哥，他是个佛教徒，我们两个一起在搞砂石场。他说：“哦，机会来了，这个一毛不拔的。”我丈母娘有钱到极点，但是她一毛不拔的，
机会来了，终于来求我们了。给他讲20万台币 ,OK。那我就跟我丈母娘讲20万台币 ,OK。这样。他说多少钱都没问题 ,OK,OK, 报的20万。然后就请6个出家人帮我们念三昧水忏。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三昧水忏，他就说你就跟着拜就好了，跪啊拜啊跪啊拜。那我就在这边跪啊拜。对不对？供养20万哦，6个出家人带着我们念，念完以后晚上回去，我丈母娘当然不可能拜，去房间找啊，睡着了，哇，管用，管用，哇，光拜完就 OK 了。然后我的表哥再给我说，这个叫转业，这样啊，啊，这个业可以转的，我们虔诚这样，所以我对三昧水忏很有信心。后来我妈妈很痛的时候，我在公司上班，她打电话来家里，我马上去跪在我的办公室开始念了，啊，自己转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念，自己转。我每次还没念完，我妈打来，好啦好啦，没个鬼啊，她知道我跪的，好啊好啊 ，OK, 管用，法的力量不可思议。所以我爸爸也相信，只要他痛了打电话给我，我就那么不就把这边说 OK。对，所以我爸爸是在无病无苦的时候往生的，活到89岁。为什么？相信，因为他相信我，这样。他相信我，他相信我超过于相信医生，这样啊。所以对他就有用。那我也相信佛的力量，所以各位这个很重要。因为这个世间太多的困扰，太多的痛苦。那如果你相信观音菩萨，就好办了。一心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我那个苦就不见了啊！所以经典说，一艘船快被大海浪乃至罗刹鬼弄沉了，船上只要有一个人虔诚念观音菩萨，风平浪静，一个人就好。所以美国再大的灾难，龙卷风来了，你赶快合掌念观音菩萨 OK 了啊？为什么？就像你把核能电厂的电透过你的虔诚拉过来了，就有力量了。这一点就叫大乘佛教。大乘佛教不是说用数目来比的，大乘佛教我们叫等量。什么叫等量？当你专心在念佛的时候，你的功德跟佛的功德是一样的等量，而且没有限制，并不是说我这一瓶水，然后我把它变成整个大海。然后哪里够？我这个水，我们大家念过大悲咒啊、药师咒啊、加持，你给它倒在大西洋、太平洋，整个大西洋、太平洋都变成等量的甘露的加持，没有分别。这个叫佛的不可思议啊，遍一切处，没有时间、空间的障碍啊，等量。所以，如果你了解这个，那你就很认真就好了啊，很认真。我再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位在古时候，因为国家需要军人，他们就抓年轻人去当兵。那有一个老太太，就一个独生子，先生死了，被抓去充军打仗。那后来消息传过来，他儿子被敌人抓到了，在俘虏营里面，可能以后就要枪杀。哎呀，这个老菩萨哭啊，没有后代，他就跑去寺庙哭，他跑去寺庙哭。啊，老和尚就跟说：“你要相信，你家里也有观音菩萨，你回去点7盏灯供养观音菩萨，求观音菩萨加持，不要哭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就一直求念观音菩萨，事情会改变的。”然后他当然，这个观念很重要啊。如果你点7盏灯还在那边哭啊，儿子啊儿子啊，那没有，因为你念儿子哪有用？你要念观音菩萨，不是念儿子，这个一定要抓住啊。因为我发觉很多人家里生病，他很虔诚在拜，一直哭一直拜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想的是他妈妈生病，没有想观音菩萨，那力量就不够啊。我们是为妈妈生病在拜观音菩萨可以，然后拜的时候要很认真，念的时候要很认真。所以这个老菩萨老和尚给他讲，他点了7盏灯，他就跪在那边拜观音菩萨，拜到天亮。结果到了天亮，他儿子就回来了。这个叫不可思议，为什么？
等他儿子回来的时候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他说，妈妈，昨天晚上我晚上起来上厕所，我怎么看我们那些关我的那个围栏通通打开了，没半个人，然后我就跑出去了，但是跑出去会怕乌漆抹黑的，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，结果我就远远看到了七个灯很亮，我就跟着走就回来了。各位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好，这个老菩萨，哎呀，他永远虔诚，他知道了方法，他有这个感应，所以佛菩萨不可思议，铜墙铁壁都可以过去了，地狱都可以抽起来升天了。什么叫地狱升天？如果有一个人死了下地狱，你为他放七只鱼，一放念出他名字，他就脱离地狱升天了。简不简单？这佛亲口讲的啊！你又为他念佛，那还得了啊？佛的力量，法的力量，念佛叫佛的力量，点灯放鱼叫法的力量，叫法力，不可思议。你自己很相信，这个叫自力。所以这三个还得背起来：自力、佛力、法力，改变一切，这样，这三个结合起来。自力最重要的自力是信心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啊，佛力，那你要虔诚念阿弥陀佛，念药师经，念大悲咒都没关系。佛力、法力，法力就是法界缘起的，就是说你供养佛，或是你去放生，或是你做烟供，或是你去帮助穷人都可以了。或是你把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众生，这个叫法力。所以那你自己越有信心越虔诚，那佛的力量就越大，那你的法力就增上。就像我们昨天我们很多菩萨去圆密法师那边受八关斋戒，这个力量可大了。八关斋戒的自力去点一盏灯都变成百千万亿盏灯啊！所以我们昨天在台湾放生很多，虽然这边没有放，为了配合八关斋戒，台湾大放生做烟供，我都还没有跟演密法师报告啊，因为要加入那个功德啊，因为我们守八关斋戒，各位功德在哪里做都没关系啊。今天你在美国不可能放鸡，以后你要放鸡就打电话给我们，或是马来西亚放十只鸡 OK， 先跟你放了，最好你钱不要汇过来，我们来赚功德。因为十只鸡才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都这样，你叫我放，我赶快我要找个借口放才行了。然后放了以后，哇，这个法力，这个力量并不是说在马来西亚放，在缅甸放功德不会过来，马上就过来了。所以像我这么喜欢做烟供的，那这边只要点小小，我们外面点了两个小的，各位看不见也不用看，对不对？但是连接到我们世界各地的烟供，这个叫念下来国际连线，现在要如此啦啊！所以我今天在跟马老板说，我们这进来这几天在美国做了很大的超度，师傅我没看到你们做什么烧很大，开什么玩笑，我们后盾烧很大啊！昨天光点灯超过50,000盏灯，就点灯啊！我们现在点灯，从去年到今年，现在还不到两年，1710万盏灯啊！各位，这个，你任何一个法力做完，只要回向给众生，这个法力永远跟着你。你刚才一鼓掌，就变成你的，这叫随喜功德。所以各位没事要去随喜别人。今天我们去越南的寺庙，就哇，随喜盖得大。又去一个藏传的寺庙，虽然没进去，哇，随喜不错，光停车场就这么大。所以那各位你要时时刻刻随喜。像各位来到美国的公园，你要马上随喜，哇，随喜，那公园。草这么绿，树这么漂亮，你要马上观想，来以此美景供养诸佛，这个是免费的，我跟你讲，供养，然后再来回向地狱，变成花园，然后那个地狱的刀刀枪枪就不见了。各位要会练习哦，这
这个叫方便波罗蜜，如何把你的功德达到最高阶段？为什么要到最高阶段？这个叫效力。同样做一个人啊，所以有一个老和尚就跟我说：“海涛法师，你过一天的功德超过别人过一辈子，你一天跑三场法会。”这样，我说三场，有时候还四场嘞，三更半夜又去跑一场。如果我们在台湾啊，法会到晚十点，马上又跑到红木区十二点，对不对？跑去屠宰场，因为他们下班了，我们才去。一天之内要四五场法会，这个叫什么？但念无常，慎勿放逸，不想要浪费时间啊。同样过一辈子，要过到非常有意义啊，非常充实，而且每一个念头都还在观想，虽然外表没有在做，这个念头在动，念头一直在供养，供养阳光，供养水，供养风，供养这些树，然后把这个树这么美都进入恶鬼城地狱道，让他们充满水，充满阳光，充满绿洲，他们像沙漠一样。所以各位很重要，你在佛前供一杯水，回向给恶鬼道，八万四千个恶鬼道马上通通喝到甘露水，当下升天，相不相信？你要百分之一百相信啊！你在佛前供一杯水，变成八功德水泼出去，整个美国今天吃掉的海鲜水产通通升天。这个就是佛法，你很难相信的，但是是佛亲口讲的。因为佛是无上福田啊，佛累劫的功德就是要等着我们去利用他这个功德，所以佛陀叫施无畏者，你只要念佛得到佛的功德，你供养佛得到佛的加持。所以地藏王菩萨他的妈妈下地狱，他替他供养三宝，供养阿罗汉，乃至造佛像，他就升天了啊！所以各位一定要多看佛像，多供养佛像。最好的方法念一下观想佛像，你一定要练习啊！你喜欢阿弥陀佛非常好，那你要把阿弥陀佛从头到脚观想得很清楚，你要练习哦。有些人观他就跑掉了，观就跑，代表你没有禅定。再来，资粮不够，就是业障很重啊，福报不够，你观都是模糊的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消业障、积福报，该做到的要做，叫戒律，孝顺父母、爱护家庭、守戒律，然后呢，再加上你累积功德，然后你就很容易入定，很专心。这个入定不见得是打坐。你在公园散步就入定了，你专心，然后你一观它就现前啊，而且你又相信这个现前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然后你就用佛的力量去帮助对方。所以各位在美国你要度众生要有一个方法，你讲以心传心，不是你用嘴巴跟他讲啊，因为美国多元种族各自独立，你没办法跟他讲，但是你要用心去观啊，所有天主教徒、所有基督教徒、所有黑人、白人、所有缅甸人、所有墨西哥人都在你面前，而且要观到六道都在你面前，然后你把佛的力量，把我们念一下八关斋戒功德啊，融入，所以你时时刻刻要去随喜这个世界的善法的功德跟佛法的功德。你要去随喜他，那随喜以后，这个功德透过你融入对方。所以我常讲，众生的苦跟佛的力量，透过我们这个连接点，那就是你合掌念佛，专心意念佛，你就把佛的力量，极乐世界进入了无间地狱，那无间地狱变成极乐世界。那就像各位带这个，我一定要各位带这个一样，这个叫。大乘经典叫第一灭罪成佛咒，你只要带着，你只要有活着在动，而且你有信心，透过你走到哪里，就把佛的力量带在哪里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
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圣旺辉医师。正确清洁手部是非常重要的防疫措施，可以保护我们避免因为手部接触到病毒而感染疾病。在外不方便湿洗手的时候，可以使用酒精含量 60% 至 80% 的干洗手产品清洁双手。请记得要使用足量的干洗手液，确实搓洗双手手心、手背、指缝、指尖、手腕等处，并至少应搓洗20至30秒，确保双手清洁。也提醒大家，在进出医疗院所、公共场所、搭乘大众运输前后或用餐前、戴口罩前后等时机，一定要正确将双手清洁干净，才能保护自己远离疾病威胁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舍戒法缘。
心。